速度多快啊，你看这效率多高啊，用人的话要做多久啊，这才几个月就玉米就能够收成了啊，还三个月四个月，现在一月份啊，好像是九月份种的吗，哎，十月份吧，好像十月份种的啊，效率真高啊，开过去就已经采收好了。那用人的话要割多久啊？爱享活堂欢迎来爱享活堂，大年初一到初五都有活动，欢迎来参观。来广结善缘，得生保心。我、哦、从那边切进去的，从旁边切进去呢，从旁边切进去的呢。哦，机器采收，你看，从那边切进去，专门要处理那个后面的部分的。哦，这个这样机器收割采收，玉米很快就完了，大概不用半个钟头就好，用人力大概要割几天了、哦。